什么话想要跟大家讲？谢谢大家来这边。你是要唱我们等一下歌词？对，我把等一下歌词。好，有可能。我们等一下唱这首歌叫做开场歌，通常放在第一首唱，但今天我们放在最后一首唱。就是这首歌就是用来感谢每一个愿意坐在这里听我们唱歌，甚至是路过愿意停下来听我们唱歌。当然，如果你愿意购买我们专辑，还是两倍欢迎，两倍感谢，对，两倍感谢，十倍感谢，对。那希望大家今天呢，可以好好的跨年，明年都会变成更好的自己。那如果你喜欢我们的音乐，可以到旁边我们购买我们的 EP。那我们等一下会留下来，如果你们希望有人可以签名或合照的话，我们等一下留下来这边服务大家。对，我们保持一个服务业精神。好，那最后一首歌叫做开场歌，有点刺激。我先喝口水。
新年快乐，对，跨年快乐。好，谢谢大家。